我也想速战速决啊，可这些人太难缠了。再不结束战斗，我们的脉能就会被电磁风暴彻底干扰。空间，风暴来了，帮大家用脉能防御。 还没认清局势吗？一群蚂蚁也想挡车？怎么回事？普通的盔甲。 居然能抵挡脉能攻击，这不可能！你看看他们的胸口，外骨骼装甲、心脏芯片，你们跟无双城有什么关系？我还以为天下学院有多了不起，堂堂的雄心第一大弟子。 就这样被我抓，更不用说你们这些货色。把人交出来，不然小爷拆了无双城。嗯。天宇，救命啊！听见了吗？你的朋友。 要死了！<笑>没时间了，嗯，上，引，我来助你。 太强了，我已经用了全力，还是没能挡住。孔谦，别这么说。其实我们也都有耐能，虽然只是更级，但有了这块芯片的加强，我们就无惧风暴，更加强大。 赞美芯片，赞美城主。如果没有这场风暴，直接在哨所决斗，也许我不是你们的对手。但只要把你们引到这风暴里，你们这些只会依靠脉能的人，就会见到无双城科技的强大。赞美无双城，赞美城主。破坏哨所，把人绑走，然后在这里伏击我们。 你们搞这么一出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城主雄才伟略，他的远见岂是你们能猜测的？脑残粉！我们现在的脉能的确无法抗击这种强度的电磁风暴。别放弃，我们一定还有机会。嗯。为什么我们都被击中了，他却没事啊？
也许和他手里的陨铁有关，我早就发现那陨铁不简单。我们和意识、脉能的共振，竟然可以对抗这天地异象。 到你们了，天网绝人之路，大家稳住，一起运转脉能，形成共振。脉能共振？你开什么玩笑？陨铁当然不简单，但是脉能共振，这才是我的秘密。 到无双城，是。我们都是一体的。不好，风暴干扰太大，共振无法形成。不要放弃，我来助你。 升级成了物级，耶！你这秘密不错，这就是物级脉能的威力吗？不许给无双城丢脸，都给我上！ 虽然脉能跃升，但此时还未适应，消耗过大，快走！会审时度势，有长进了。前辈，刚才多谢了。 没想到这一次是我大意了。你们走后，我就开始调查哨所守卫的去向，但监控已被人清洗，一无所获。就在此时，数十名黑衣武者突然包围了我们。至于他们怎么进来的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金老师，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。我只是。 做了我该做的，想必这帮黑衣人已经和你们交过手了。最近无双城对我们一直小动作不断，没想到趁此风暴，他们竟然开始公然掳人。我必须回去报告院长。可现在黑衣人已经把哨所包围了。
电子风暴就要消失了，如果这一次我们再空手而归，那城主……哼，总有人会比我更着急。我想起来了，那个人我见过，就是他。他原本是黑金帮的人，是他害死了福利院的好多孩子。你现在说这些做什么？黑金帮、无双城。 都是一丘之貉。不要冲动，先恢复慢能，我们才可以去放心战斗。我们的慢能等级虽然突进，但未经训练，对自身消耗过大，现在出去战斗非常危险。吴天云，这一点可是刚才你自己说的，你老实待着，你现在冲出去，说不定有无数陷阱。<笑> 哈哈哈哈哈！没错，是我抓走了福利院的孩子，因为他们活着没有任何价值，被当作小白鼠牺牲，是他们这辈子最有意义的事儿。关掉无线电！你无耻，我饶不了你！说起来，你们那个福利院的院长叫张青山，对吗？ 他死的比小白鼠还不值，一个大男人这辈子就干了一件事儿，养了一群孩子，结果孩子还都死了，真是可笑啊！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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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
我要大黄旗杀这仇我也得报啊院长他竟敢说院长林天宇 回去向城主交差，快走！空间，空间。